这样，因为这个朗朗实在技艺太过于高超，所以今天这个比拼呢，咱们换一种形式，由朗朗来开一个音乐大师课，咱们应战怎么样？可以啊，好不好？朗朗听说有个绝活是可以拿水果弹钢琴，每种那个水果就弹出来的曲子不能一样，黄瓜呢得按照黄瓜的弹法，橘子呢就往黑键上一滚。那榴莲呢？榴莲就是弹的有味道的曲子，哎，有味道的曲子。各位，我们先让朗朗来示范一下，用这些水果到底怎么样才能弹出美妙的橘子、香蕉、黄瓜、苹果。哦，都能用啊，全上。对，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5G 手机记录拍摄精彩瞬间。首先弹一个曲子，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搓澡的。从我这个角度看，朗朗真像一个认真的厨师，正在切菜。从这个角度看，像一个偷琴的。哎，哇，最适合洗澡吧？哇哇，朗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务正业的？自从上王牌以后。苹果呢，适合弹黑键。什么水果还分适合弹什么键的啊？今天来试一试啊，来试一试。这就练习曲。完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把苹果得扔出去，是吧？哎呀，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耍酷失败。这是弹点这个比较优美的曲子，用肖邦啊，比如用什么用肖邦？用香蕉。弹个夜曲之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比较适合弹软绵绵的啊，诗情画意。小童，接受一下大师现场培训，怎么样？好，来，教一下小童啊。咱们先听小童自己弹一下吧。哇！非常好。没事，继续弹吧。哎呀，可小童突然就像一个公主一样，像个女神一样，是不是？耶！手型行吗？行，非常好，非常棒。你要用水果来一下啊。啊。就这个呗。啊，试一下。我能做吗？我当然做了，来，用这个弹，对，左手还用原来，这怎么弹？对。对，再温柔一点。啊，他的性格里没有那一部分。你看多温柔啊，怎么没有呢？一弹琴就有了。没有，他今天没喝二锅头，要不然就没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好了。可以啊。太棒了。可以啊。谢谢。底子不错。多才多艺啊。对。快30了还弹这首呢。问问朗朗啊，这学生还可以是吧？真的很好，有童子功。有童子功。不是有童子功啊。只有童子功。我这里有我的好兄弟花花，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弹个特别快的，弹完这个速度，让他也来一个。压力山大呀！这个。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弹钢琴必弹的曲子，《赤耳尼练习曲》。OK。
的妈呀！我跟朗哥即兴的来一段，然后我就从低音唱到高音吧。好呀，好呀。我觉得你们可以认真合作一个。我觉得那首歌不挺好吗？那个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对，可以啊。行吧，咱们弹那个吧。我们来一段吧。对，给我个谱，谢谢。谢谢两位的精彩合作啊！刚才是音乐部分，接下来是演技部分，两队要开始进行下一部分的比拼了。哇哦！接下来我们要挑战演绎的是帅气男主角。演绎呢有三个人，腾哥、花花还有小明哥。好。演绎这个帅气男主角有这么三点标准：帅气出场，霸道台词，然后主角光环，就是身中数枪依然不倒的那种状态。话不多说，先看一个片段，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主角。哇，这小曲儿一出来哈、啊，哇！我许文强出来混，一靠胆量，二靠义气。方小姐是我的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明白吗？这是谁？发哥那版的许文强，中弹，最后死。哎呀，这拉维亚了，这是。还没倒下，太厉害了。这个是帅气男主角的一段经典演绎。这很难演的，打一枪不死。太难了。问一下小明哥，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的作品？13年前。13年前啊？啊，有那么久啊？小明哥，你拍这个男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和技巧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会儿真的是死撑一个胆去演的，因为想要超越发哥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太喜欢许文强这角色了，我就说我当时一定要演好。我在那戏里边老抽烟，我从早上开始抽，因为我生活中不抽烟，抽第一口开始我就开始晕醉烟，一直醉到晚上，
那部戏我本身就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又不停地抽烟，导致我整个戏拍到中间的时候我其实得抑郁症了。哦，导演都傻了，打电话把我妈叫过来说你过来陪着他吧。但现在看来觉得那会儿很傻，不过没有傻不傻，就这种戏其实一般都不敢接，因为它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其实你最大的收获是超越了自己。是的，腾哥，你最近是不是看了挺多鸡汤？奇奇怪怪，我就是一碗鸡汤。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真的要投入，要把自己当成是那个人，跟形象无关，还是要投入。来了，那我们就挑战开始了。花花先来怎么样？哦，压力大不大？太大了。来，帅气男士，帅吗？有什么压力？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花花版的《上海滩》。从 X30 5G 底下出来，比较有气势。感觉要唱了，稍微有一点点同手同脚。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我许文强出来混，一靠胆量，我怎么像李小龙啊？不要，不帅，不够帅。我许文强出来混，一靠胆量，二靠义气。张小姐是我的朋友。张姐。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张姐，明白吗？少说废话，看枪！我机关枪还有吗？他还是蛮帅的。我帅了。刚那压腰下的特别好，这段戏演的不错啊，腰还行。我的腰演的还行。接下来到腾哥了。啊，我了啊，也是这件衣服。人家披着的，大哥，哎呀呵，我把这里边的衬衫是一背心，里边是个背心。啥玩意儿都可以造假呀！这许文强日子过得惨兮兮的哈。好，准备就绪，接下来，沈腾版《上海滩》。他背身出来。哎呀，有个回眸，回眸加分了。浪奔。许文强不手不插兜，好像是。哪里来了一位老人？他是一个诗人。许文强，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在这上海滩混？我爱许文强出来混，一靠胆量，二靠义气。张小姐是我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明白吗？许文强，少废话，啪！你不能做那样。这是我唯一一次证明我腰还行的时候。你起来。
哎呦，厉害啊！太厉害了。Cool。哎，哇，很帅，很帅。这听着像是老北京版的。而且演出了一种臭流氓。张小姐跟我，我说。接下来一起来看黄晓明版的《上海滩》。尽了世间事，还作许文强，你说说，你凭什么出来混？我许文强出来混，一靠胆量，二靠义气。张小姐是我的朋友，谁敢欺负我的朋友，我就一枪毙了他，明白吗？一枪毙了他，我先一枪毙了你，这一枪我先打你的嘴。厉害呀，那我打你左手。怎么是机器人吗？K.O. 机枪腿，很帅，很帅，很帅，帅！我这个机器版的许文强升级款。下面我们要演亲情部分的一种演绎，因为小明哥在《大汉天子》里面是把刘彻的喜怒哀乐演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刻画的非常生动。今天现场呢，我们就来还原其中的一个片段。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黄晓明和关晓彤带来的《大汉天子》。父王，听说我要嫁给乌孙王了，这肯定不是真的，对不对？是真的，朕已经答应他们了，这项链便是信物。可我不想去。一年之后，朕定会召你回来省亲。那我算什么？一件物品吗？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去死。放肆！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朕的女儿，是大汉的公主。和亲是为了两国邦交，难道你愿看着两国交战，百姓流离失所吗？可我是你的女儿啊，是你最疼爱的女儿，你心疼百姓，难道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的女儿吗？
儿啊，父王对不起你。父王身为大汉的天子，护得了大汉的百姓，却护不了我的女儿。父王对不起。吉时已到，请长公主上轿。你等一下。儿臣领命，还请父王保重。真的把我看得好感动啊！啊，小童好棒啊！小童好厉害！小童好棒啊！啊，小童的信念感特别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力量感特别的强。我全程看你是背影，但是那个背影已经非常震撼我了，脚步特别的沉重。其实我跟小童啊是有缘分的。他的父亲演过《大汉天子》里的国舅爷，就是我的国舅爷。哦，但怎么没想到我这么多年后会演他爸爸？念叨了半天，一直说我不应该演你爸爸。这样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请现场的各位评委对于两队的表现进行一个最终的投票。想问问两队现在还有没有想拉票的？我就不拉票了，你们看着办吧。我先问一下评委，说一下看完的感受，然后大家统一来亮票，好不好？小丹说说，好吧。我是认真来当评委的，我还拿了本子。哎呦，记得老清楚了。我看到朗朗和吉娜真的是很默契，然后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俩在台下坐着的时候也一直都是挽着手的。你俩也没事也摸两下呗，今天摸摸手，对，挺好。真的是台上也甜蜜，台下也甜蜜。然后后面就是许文强这个帅气的出场，小明哥我觉得是最帅的。花花演的时候都很厉害，他这个嘴拿住了这个子弹之后，还用这个手这样把子弹给捏碎了。
看得很细节，很细节。我就是个炮灰。然后沈腾出场的时候，感觉有点像一个许文强的车夫。不好意思。哎呦，我这个太惨了。说车夫是美化丑腿了吧？接下来我们要让我们评审团开始举牌来进行投票了。红色王牌家族，蓝色是嘉宾队啊。我数三二一，统一举牌，好不好？现在很难判断，看看贾玲，她正在表示，如果你们不选择她，不选择她就毙了自己队员。准备，来，三、二、一，四比三，嘉宾队胜利。没什么值得庆幸的，每一次都是嘉宾赢。